机车骑士不满被取缔，竟然骂警察是米虫。这名男子他行经台北市市民大道，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左转，遭警方给拦下。他当时不但是对着远景大吼大叫，还中英文夹杂，用米虫以及三字经这些字眼开骂。那现在呢，不但是照样被开罚单，并且被依照妨害公务的罪名来送办。一堆米虫，健保就会这样打，养这些废物工作人员。铁饭碗、垃圾东西。远景拦下违规骑士，没想到对方火气很大，一靠边就开始大骂。做警察这样子大小眼，他一辈子只会被罚那边站，这歇不完的。大吼大叫，男子连珠炮飙骂，远景取缔违规，没想到碰到这种场面，好傻眼。他没有办法有效率的掌管整个交通大队上面的人员配置跟平民百姓，他要怎么保护人民？他要怎么打击犯罪？骑士不服取缔，胡言乱语又飙骂，当然被带回警局送办。这名陆姓男子开车行经台北市市民大道和延吉街口，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，遭警方拦查，但他却不断出言挑衅，骂警察是米虫，还口出三字经。取缔那个延吉街不能左转过来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原来这个路口常有驾驶违规，警察会固定设路检，几乎天天都有人被开单。遇落难突然情绪激动，挑衅远景，并与会与入警。遂通报支援警力到场，后续依刑法妨害名誉移送。违规在先，还口出秽言，罪加一等。这下骑士不仅得缴罚单，更恐怕因此吃上刑责。记者邱耀慧、蒋慕宇台报道。